这个难选钱，你留咧家己用啦。你嘛是怪我喏！我结婚是要安怎？你嘛食这顿食你够够，你不信？即马行情无同款咯，起价加一粒零，两亿咯。你两块银都免少收。喂，是你啊？嘿嘿，水娃。啊，你不是讲哦，有闲要带我迄个宝贝仔囝来看我，安内无啦？反正哦，我是水宝忘掉，也唔过我是别人的水宝。你无这个名堂，我安内叫我。我无去看你，迄是因为我甲志龙我无闲。哎，你听有清楚无？有需要我搁讲一遍。你无闲无要紧，我什么都无，就是有闲。我即马随来超人拜会恁两个，见面再讲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你是想要安怎？啊，我着思念你啊！我即马随来找你，安尼好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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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有什么话要跟公讲？我讲，讲到一支长长啦，讲。真难讲话。我知影啦，我知影，我即马当路边吼，你看我真无力啦，你连讲话都加嫌费事啦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安尼我规气讲重点，拖袂讲。较早互你听听咧，较早当你准备的。准备？你准备啥？替你准备瓜茶。啊对吼。昨我手气真歹啊！你顶摆给我迄30万吼，我输甲打打，我希望你搁摕2000万给我做一下小生意啊！我看你可能是昨昏想暗困，所以你到即摆咧做梦的款啦。紧来倒当去眠床顶继续困啦。无你现在是要安怎？30万不是30块呢？台湾有偌济普通人一个月赚咧2万外，一年都赚无30万，搁还是三亿呢？啊你，你连你家己一个废人，你都饲袂活。拜托个，啊，30万是新台币，你甲当作欧元还是美金？到我这间厝，一个月储蓄着要偌济啊！你袂晓死去住喺台北桥头，老玉英。免求我啦，无好啦。好啦，无我紧啦。但我这个人啊，我的某囝连我的死活都唔敢顾啊，我活在世间哪有啥意思？你应该袂戆，到尾用自杀来过生活啦！你厉害到够好，对你当然无好。算你巧啦。妈妈讲我无够结婚啦，这个钱算是我替志玲给你的。甲你身躯顶遐假名牌、假路，你可是拢包白掉。卡订婚的，找一个正当头路去做啦。大佬的管理员嘛袂歹啊，至少唔免亲像一只米虫。三不五时，别说敢那去食，赶快死去两个春秋爱情。别害我哦，甲你的后生看你袂起。但你是咧讲啥？你即马叫我去做管理员，你大家有怕伊无？我搁叫啥物？你知？我叫袁世荣啦。你叫李登辉嘛同款。那你讲哦，先进华裔后进人啦。电话簿啊很开，敢那叫李登辉有几啊十个啦？敢无台湾在做总统？台湾在做红旗山庄？这个难选钱，你留咧家己用啦。你嘛是怪我喏！我结婚是要安怎？你嘛食这顿食你够够，你不信？我拄则讲的话还未讲完，我知影我若自杀，你无咧你的心头，凡事还佫放炮啊庆祝。不是个，我这个人，躁郁症嘛，忧郁症啊嘛，恐慌症，我足惊无伴的。我若真正要自杀，风传路上一定还有人做伴。等你甲咱宝贝仔囝讲啦，2000万对伊来讲无算啥物，想较开咧啦。安尼，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过日子。啊，若无，大家拢莫想要活。袁世雄，你莫就是讲用这招，你就当吃白吃口。我无你的法，也毋过你的亲戚好像有你的意图，要比干巧，比凶。我相信伊绝对袂输你，唔相信再试看卖咧。天地所设，不是地主作孽。
若真正命中注定，讲阮爸仔囝一定爱烧菜才活路，我绝对奉陪。叫伊随来找我，听好清楚，叫伊随来找我。是啊，咱讲是，人定咧讲讲吼，看到家己的后生，敢若袂输看到一面镜咧，真正无唔对。你安尼愈看愈像我，不管是全身、外头各种气质哦，形象，哈哈，敢若袂输同一个模样出来。我并无要认你这个老爸，你无需要跟我牵扯因子。我若是连气质都像你哦，安尼我归去去死死的加较贵哦。好啦，等你别讲到这险，我也无客气啊。我直接破白讲重点，恁老母是毋是想开啊？叫你提钱来给我。我平常甲伊啰嗦，李律师，你甲伊讲，伊已经犯了什么罪？我就是，今仔黄志良先生带我做伙来，意思就是已经认真考虑要对你采取法律行动，啊，不过还阁心存仁慈，希望你家己会当自量，所以事先来警告你。啊！若无根据进前你对黄老杨女士所做的行为，已经触犯到刑法内面，意图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使人将本人或者是第三人之物加负者，都。李律师，恁这读法律的，敢一定爱讲到这复杂，讲到好听无？安那袂输，敢那恁足够足含混的。啊！你简单讲，你是要靠我恐吓勒索，对不对？无唔对，根据刑法第346条，会当判你5年有期徒刑。莫甲恐吓啦！法律千万条，要用家己瞧啦。不管我犯对一条，我就是犯着天条啊，共款啦。反正吼，我甲黄家生一个后生，有义务听我，加传我一声，我底下原来也无够对啦。完事了。我今仔是带念咱有血缘的关系，所以我才对你这么客气，甲你行礼求兵。你唔通敬酒唔食，要食罚酒。志荣，你安尼讲就对啊啦。血缘关系，安尼就表示你心肝内还有我这个老爸。啊，你认真想看卖，你做我的囝做遮久，你敢有尽一点啊孝心，一点点啊都无，对唔？啊，我甲你讨一个2000万呢，安尼够结婚？这侪年来，你敢有尽过一点啊做老爸的责任？你今有啥物资格来甲我讨这个人情？但是用你讲安尼煞对，爸仔囝是亲情呢，亲情是天性呢，咩人讲是人情呢？对不？我无这款天性。而且我相信你嘛无，安尼讲就对啦。我讲你愈来愈像我，就无唔对啦。天生六亲不认，这款是一款魄力，是一款做大事业的人格特质。所以，我安那感觉吼，你对黄平春原来袂友好才对。但我即马摕是黄平春的钱，你即马是咧甲我动，是咧动他个一空的啊。完事，你到即马阁无清楚状况是？我今日来阻挡你，并是替黄平春出面，是因为你走出来乱，会破坏我的计划。原本我已经部署好一盘万无一失的棋盘，准备好一步死棋，要伫黄志忠恢复原职的东港会当场拍落去，而且永远无伫个商场上搁徛去。结果，你无因无果走来超人集团乱，害我临时抽提将棋盘收起，一直不甲即马精神对我是愈来愈不利。结果，我明仔会用你继续搁乱落去。你原来也免甲我拍啦，听你讲完，我才完全了解啦。我是偌哩重要，你是偌顾虑我，所以我更加有迄个理由，甲你还佮有恁老母讨钱。即马行情无同款咯，起价加一粒零，2亿咯。你两块银都免少想。